反正吼，过年时啊，咱大大家欢欢喜喜，哎，啊，笑头笑面，拢讲好话，安尼就好啊。对啦，对啦，对啦。啊，莫遐尼侪禁忌啦。你若要食好料的啦，吼。啊，是要跋筊啦，要创啥吼？是，你拢在放手甲拼。对，放手甲拼。吼、哦，而且吼、哦，过年吼、哦，咱即摆来看讲有人吼、哦，诶、欸，伫个迄个啥物庙口发红包，因为迄个人今年赚足济。可能咱台湾吼、哦，干一个尔。干一个吼、哦、，Only You。Only You 一个啊，就台语唱歌去小巨蛋开演唱会，开好几场啊。吼，正经做有够搞诶。不简单吼、哦。不简单。以前咱毋知，伊说一支真实呀、啊，一支真实拍电话，一支真实拍电话。有啥物做啥物坚持啊一支真实拍天下啊、哦、咱等一下齁最欢喜的邀请到翁立友哦因为伊今年齁拢伫海外拍拼伊过年时也无加可贵啊所以来请刚刚伫台湾三天的时间啊很荣幸齁、哦、咱中到地天上比如一下很好奇的先来听伊的新歌好棒手拼就这样咱用火汗来拍拼人生的遭遇哪通什么拢如意，上惊一世来倒去，倒伫半世无用命。为着前途，跋山过岭，为爱不知寒。虽然是无名的小卒仔，志向嘛真大。坎坷的路，咱人分来行。来就放手拼，失败到最后才知输赢。为着前途，跋山过岭，为爱不知寒。虽然是无名的小卒仔，志向嘛真大。咱灵魂来行，好运来就放手拼，失败到最后才知输赢。为着前途，跋山过岭，为爱不知寒。虽然是无名的小卒仔，志向嘛真大。广告咯卖生气卖生气中道地两句话立足歌单靠实力友情收听看会到我是阿邦我是雷米用理由来我就用他的理由把他做两句水而且理由真的是咱听咱中道电呢，伊即马三工伫咧台湾了，马上都要飞去海外，要开始作秀了哈，要去那边商演一下啦哈。其实是中道电听我，没有，是听温呐。中道电听到你啉啦，你敢知啉到即嘴茶？甲咱讲饮水啊，爱输完，对，爱输完，爱去想着放歌，哈，雷米啊，啊，甲咱中道地听众朋友，哎，大家真正对你就收听的咧，公司干那迄一年当天干那报你的歌，唔知报几条，伊安尼讲话都无我瞧着那会使，感谢，一支真实拼天下，风尘来去无牵挂，哇，马上放手拼。随便随便赢。你有这张新专辑，真的是棒手拼，哎，是不是哈？哎，给咱听咱朋友在鼓励一下。伫个过年的时阵，头拄只恁一开场讲这个心脏的问题，卖看是小问题。啊，你有后边补一句讲卖烟尘，对啊，卖烟尘的意思卖蛇啦，卖火土啦，卖丢毒，正拄好。今年大家拢知叫金蛇年，对啊，我用台语，好，就讲新的一年。咱大家吼，唔通想蛇啦，机会若来的时阵吼，提出家己的本事本领，
棒球拼，拼出咱的第一名，拼出咱的前途，咱的名声，咱就水赢，是，水赢，后壁都水赢了，爱感谢天地，爱感谢天地，因天地给你照顾嘛，好，太好，你有这机会嘛，好，太好。咱在讲的拢是旅游的歌名，有赚有赚到钱了，就当环游，环游了，到底行，我今仔个看过有啥物，大家继续个食落来。你这个环游路吼，我咧看风水世家拢知影环游路啦。啊，就是。还有好的风水世家文，今麦的这个片尾曲主题歌。我这个万牛万牛路有含义哦。你是要带我去行，还是你自己要行？那家己，咱要带我带你去行。我带你去行万牛路，有倒一间店叫做万牛路。哎呦，反正我咱两个讲的人随意。真正马上就有啊，咱第一家先恭喜你有啦哈。哎，开演唱会不简单嘞，台语的歌手要开演唱会，哎，遐尼侪场，够那么受欢迎。这不是我开的。这不是我的，不是你开的，迄天讲不是你去唱啊。这是大家吼，大家一听笑，好我去有迄个机会服务。啊无我讲真嘞，我要开我家己来开，啊无人要来，我家己开嘛无意思。还是其实吼，这件代志我已经运作吼差不多三档啊。三档哦，开演唱会爱运作遐尼久，甲咱听众朋友分享者，因为有人想讲。演唱会就唱唱跳跳啊，那个两三个钟头就结束了，就弹起来啊。这个，拄这个，我礼拜这个唱片公司的头一张坚持，有受到大家肯定了啊，过来换我问天啦，袂用胖惊奇，袂使讲秘密。大家拢足受欢迎。到到啊，哇，有足侪只歌迷朋友讲，王力哦，啊你哪会无想要创啊创啊？比如讲，无想要开一场啊，开一下演唱会，或者是讲。去演一下戏咧，还是讲主持，我拢甲讲吼，包括记者朋友咧甲我问，讲你未来人生有啥规划，我讲无咧，特别啥目标，啥目标，我拢无目标无规划，啊，因拢带一条讲，人活咧哪有可能无目标甲无规划，但是我有一个标准答案啦，我就是讲，我真珍惜今嘛的每一工，啊，我拢甲每一工爱做的代志吼。改安尼棒手柄，改做好，做了我都不爱插吧，因为结果都唔是咱会使决定的啊。天公伯啊，你家己拍分数，伊会给你答案。所以我就是讲，脚踏实地，吼，安尼个，咱该做的诶本分，甲收好。啊，未来如果那是讲足侪好朋友、瓜皮朋友、听众朋友讲，王力哦，你若无想要开演唱会，因为大家拢要来家己加油，哇，愈来愈侪人，迄个时阵吼，生理人，主要就来催你啊，啊，迄度票房，然后无我讲真诶，每一个唱歌诶歌手，嘛拢大家拢想要完成这个愿望，就是开演唱会，可是咱拢知演唱会，就敢若一粒足悬诶山，毋是每一项我都去爬到迄个山顶，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当然啊，愈侪人。来去甲咱参加支持，我就足顺利啊。其实吼，咱听众朋友爱知影讲吼，爱会使开演唱会，爱有一个足基本的条件，就是讲，伊爱有足侪条歌，迄个歌吼，迄唱出来，大家拢会使讲会晓背，迄条听度，最好就开演唱会，就讲伊达条歌唱出来了，大家拢会使对咧唱，可以有共鸣。这几年其实迄天徛伫这个演唱会舞台顶，其实我拢按耐家己迄个吼要哭，感动啦，的迄个情绪，因为。现场遐尼侪人啊！规暝爱唱27条歌，而且吼、你徛去你迄舞台，那一刹那就对啊，迄、那个画面就是，你会想着讲，你当初是一个艰苦囡仔，啊排一个卡网，出门阁无收费，啊即马若要来上通告，拢爱坐公车，啊个妈妈喜欢拉汤，喜欢拉汤，啊你会感觉讲，我哪有去哪里？就敢若科比讲。在家靠爸母，出外就是靠这哦。阿爷这，你看，大家爱看八点档，啊，我小花连盆，因为我唱主题歌，所以大家爱看八点档，所以才听我的歌。啊，过来咱中道地，咱遮的听众朋友，哦，中道地，伫个空中来放我的歌，哦，可能足侪好朋友，你塞客轮车啦，你做头路的啦，拄啊听到这的歌，啊无。我一个人，我那我都去做遐尼侪代志。这个其实都很感恩啦，真感恩啦。所以你讲的这个八点档吼，你这个外号袂歹呢，王八点。哦，对，哈，对。你这个外号叫王八点呢？我八点档的主题曲拢是你有三年前，我参加金钟奖，金钟奖就是叫邀请金佩珊。金八点，金八点。结果阮两个吼。相逢吼，哦，就紧嘞，咱来翕一张啊。结果
哇，拄好要过年啊，金巴点甲王力哦。两个夹起来叫金翁啦！哦，真的耶！对啊，那叫多好，这叫金翁啊！整年东西都是这个唱红八点档的很多歌曲，哎，啊，金旺金翁，那叫多好！哟，阿妈真感谢吼，这个咱家和平尤其天公伯啊，他是真疼惜这艰苦囡仔，利用。那我们讲这是利用，我刚刚讲我对利用最大的印象，顶一边一来时阵，我嘛伫咧我的网站顶头哈，有跟我的那个大朋友分享。我感觉利用就是伊，不管伫咧什么场合，伊都是一直提醒自己爱感恩。一直到今日，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一直很印象深刻哈。好，来咱今麦过来听耶新歌。因为拄啊棒球拼嘛，对，今麦都爱输赢嘛。哎、欸，有机会棒球拼都会输赢。啊，这赢算吼，就要来讲你跟阿公的事情，好，好不好？好，来，先来听新歌，好来，水水呀。开心眺望，梦就在前方。为了理想，昂首往前追。有缘做伙，欢喜来饮一杯。在心呀呀，大人们靠定，接受伊的。心痛的路，咱做阵行。后我写庆祝，咱一定赢。不免惊，一切拢是注定。认真打拼，一定会真要人快乐无得餐，因为出盼大船要离港，一路欢畅度过好时光，一切不寻常，开心眺望梦就在前方，为了理想昂首往前追，无缘做伙。就伊热情的邀请。